因为咱相信，咱相信，咱心中的愿望，咱的价值，是会当让台湾变作一个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进步、欢迎，会当伫只永永远远打拼的国家，对唔对？再会，我的故乡甲亲情，亲爱的父母，再会吧。斗阵的朋友，故事啦，我要来去台北。听人讲什么好康的拢在遐，向前走，来。朋友，笑我是爱做民房的戆仔，不管如何，都是家己行。相信陈立宏，伊若是搁再生，伊绝对甲我王顺德，咱这个好朋友，徛咧遮，伊无法度去认同一个两岸一家亲，伊无法度去认同一个甲中国共产党是一家人，伊无法度去认同讲披着茉莉的外套，讲伊家己我爱台湾的白贼人啊，对不对？三十一年行过去了，今天如果有机会站在这台上，我哪有孤单，我无孤单。今天我们走路走到大巨蛋的时候，我听到我们的指挥车说，我们队伍的最后一队才对上山机场出发。我感觉今天我不知道来多少人，
我知道新鲜酒伴的所有好朋友，大家都站出来，站在姚文智的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一点也都无感觉。民主进步党推撒家己的市长候选人，支持适当的市长候选人，是正正当当、理所当然，对不对？我再会吧。咱们相信，做一个台湾囡仔，咱只要伫这个土地认真打拼，付出咱的血汗，咱会当成功。咱会来成家立业，咱会来建立一个美好的将来，是毋是？